清朝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法师啊，这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大德，通宗通教啊，贤密圆融啊，著作等身啊，他一生当中这个著作40多种啊，日本万字大藏经里面收了有20多种。啊，他老人家有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叫《观经之旨》，啊，我们在早年学习《观无量寿经》，读过他这个注解。这个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造作无逆施恶，居住不善，极重的罪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啊，所说的这些经教都救不了你。祖师大德编的这些忏仪也救不了你，你这个罪多重啊！灌顶法师说，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能救你，什么方法呢？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能救你。你就晓得这一句名号比诵经的功德大，比拜忏的功德大啊，什么样的忏仪都比不上这句佛号。这很多人不知道啊，你要知道了，如果说超度亡人或者是超度祖先啊，做这些法会啊，去拜忏，不如念佛了啊！同参道友集资钱，能念一天佛的功德多大？这很多人不知道啊！忏仪当中，佛号越多越好。你看看这个中弘禅师37念里面，念佛的时间占很长啊，它很有道理啊。啊，中峰的开示太好了，真正能得名扬两利啊，听他的开悟会觉悟啊。啊，这都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与经宗经教完全相应。啊，念念中消除81劫生死之罪，我们的罪业还是这么重。由此可知，无始劫以来，我们造作的不善业太多了。啊，佛要多念，就是消业障。啊，而且非常殊胜，超过一切金忏。啊。命中之后得生净，皆得往生。由上经义可证，所云生念者，
直视持名念佛也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经常讲的十念，确确实实就是持的。这持名号，啊，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。